Yep. Chief? It's an awesome ball.不难，数八就行。八分对。啊，你少一个就少掉了，数八就行了。再看我一遍。是正面，是正面。一，收刀，推刀，啊，这是一。二，搂削不一样。我们这个刀啊，很多人练错，练的什么？是从上往下劈刀了。哎，很多人是这么练的啊。到这里，这个就完全不同了。这是扫刀，拦腰，先是平的，最后拉起来。所以这个要搞清楚啊。我们有斜劈刀的。斜劈刀在哪里啊？是劈身斜挂鸳鸯脚，这个里面也是斜劈。那这个是很少，这不一样的。所以我刚才说啊，一、二、三，后面来一个人，你看都不看，就听到扑棱腾一下掉下去。你们懂我的意思吗？懂。明白。明白什么意思，马克？后边那个人，后边那个倒的倒下了。怎么倒的？好，我为什么要说这个？就是希望大家在刀法上要有这个意识。到了这里以后啊，很多人啊根本不知道这里在这个手在干什么，空的，没意思，所以。啊，弄完以后，你就有个意识了。后面有个人你要刺啊，一合，好走。这几了？三。四。一样的，重复而已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结束了。这是几点？这个几点啊？这个就是十点半，你不知道？对不对？对。对不对？十点半。这个有点不耽误事。就是十度的样子。这个动作呢，其实是正，3.9。其实就是3.9到这里，但是呢，这个刀不是3.9，这个击刀呢，一个刀有前有后有上有下。哎，但身体呢？就是正方向的功夫，好了吧？这个其实的组成部分啊，它就是三个。谢谢秘书，你总算想起我了。啊，这个动作呢，主要是三个，一个是脚刀的动作，像玉女穿梭啊，脚刀的动作。一个呢是搂削步的动作，搂削步的动作，还有一个呢就是推刀的动作。推刀的动作千万不要做得太平了啊！有时候我们做得很平啊，就是不行。身法把它做出来。这个别漏了，哎，主要就是三个动作。